我是映彤，欢迎回来。振兴五倍券的数位绑定在今天早上9点开跑，但是时间一到，各大官网却通通塞车，流量也暴增，完全进不去，页面甚至不断出现转圈圈的状况，甚至还出现所谓的乱码，让大家觉得好无奈哦。感叹的是，难道只有政府想不到我们的系统会宕机吗？还好中午过后慢慢恢复正常了。那恢复正常之后，到底要怎么样绑定？我们就来关心一下。从今天开始就可以绑定了，那其实也可以来绑定数位选定的数位工具，包括信用卡、行动支付还有电子票证。你可以进入你想绑定的银行或者是支付业者的官网以及他们的 app， 然后你只要输入个资就可以完成绑定。但重点来了，如果你决定绑定哪一家银行，确定之后这个部分是不可以更改你的意愿的，所以在绑定之前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。再来就是今年的五倍券多了一个新的功能，大家说好方便哦，不用跟小孩分开领了，那就是共同绑定。但是这个东西呢，不是说我跟朋友之间可以绑定，是我们一家人必须要是家人才可以绑。有一个主绑定人，再加上共同绑定人，最多可以5个人。那这样一绑下来的话，就可以领到25000块。但是当然，我们要帮观众朋友想的是，怎么样把这个25000块再多拿一点？如果在这个部分可以变成27500块的话，那该有多好，多了2500块。原来是如果你提早绑定，前400万份都可以拿到500块的好时券，只不过是在绑定上面是需要有点耐心的，因为你必须要读卡机，还必须要健保卡的登录，甚至还要有亲友的身份认证。我们就来看看今天大家在绑定的时候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。滑鼠狂点 ，F5 狂按，重新整理到手酸。上午9点一到，五倍券官网就是登不进去，就算好不容易跳出来了，画面还是白茫茫一片，只有一串乱码，上头还有一个滚字。网友留言全炸锅。我等很久，我没有算时间，应该有2个小时啊。Okay. 我没有把家人抢，我自己都抢来不及了。开 app 就当掉，然后就不理了。我等蛮久啊，我大概10几分钟我就放弃了。抢五倍券变成耐心大考验，也连带拖累行动支付业者。你光等那个简讯进来，可能就延迟了10到15分钟。那像邮局的机制，它是5分钟以内你就要填入简讯代码，但是你根本10分钟后才发过来，所以我根本没办法填进去。对，根本就是鬼挡墙嘛，还没推出大家都想到的事情，政府会想不到吗？网友扮起柯南，直指问题出在好时券，价值500元的好时券却限定前400万名才能拿到，其余7种加码券则是会进行为期4周的抽签。为了抢早鸟优惠，当然会造成疯抢宕机，还敲碗数位政委唐凤来救援。数位绑定，武力全开，共同绑定，五个谁啊？绑定方式，五个谁啊？不管是跳起怂又有力的广场舞，或是变身 Michael Jackson 的月球漫步，请民众数位绑定，洗脑旋律宣传太给力。有民众到唐凤脸书问出现逾时状况，一直宕机，怎么回事？能不能测试好再上路？好在经济部启动限流，系统慢慢恢复正常。根据经济部统计，截至下午5点为止，五倍券官网登录人次已经突破700万人，整体数位绑定来到160万人。至于加码券，以国旅、农游、易放和动资券最受欢迎，都突破300万人，只能说五倍券太夯，民众手脚可要加快。华视新闻综合报道。